先不要飞，所以是要去控制塔吗？不要先去控制塔吧。哇！那在影片开始之前，我要先来感谢以上加入频道会员的各位观众，因为有你们的支持，才能让我有动力制作更好的影片。加入越久的会员，你的名字就会越大哦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看影片吧。来，来了，选择战术载具，科萨卡，入侵点，先去北侧码头了。北侧码头可以拿蛮多东西的。庄园，那就去大门吧。逃离点，小机场，打白天好了，晚上跟瞎子一样，什么都看不到。好，武器配置，装个消音好了啦。好，开速，开速。Let's go！ 我们现在在哪里？啊，在这里是不是？那我们要先去那个地方走。这个应该没意外可以把他们干掉吧？来，用消音把他们给干掉。来来来，用歌去把他们给干了。哇，这真的可能会打到没子弹，他子弹给很少。哎呀，一袋。好，干死他们！开车去，走走走走走，别跟他们恋战，他们在耗子弹，这打不完。走走走走走啊，撤退啦，拜拜！直接大摇大摆闯，撞他！看谁车硬！走了，进去打。所以他一个人其实也只能偷那些小东西而已。那带上队友 CP 值应该高一点，大概40万吧，39万 ，OK 了吗 ？Go， 撤退！哎呦，爆胎危险，危险，危险，危险！换个有壳的好了，开这台。很前呢、啊，应该有壳，开起来应该稍微安全。冲破检查点，冲啊！司马开门！哇，这炸弹超大一颗哎、欸！正门硬干流，冲啊冲啊冲啊！大车不能开，可以开进去吗？你没有钥匙，打开这个门，没收起啊！先瘫痪他们行动就好了，我觉得。干死了，干死了，干死了！他身上有那个东西，该不会我可以去拿他的枪吧？哎呦，一呆哟，一呆一呆，亏门亏门，亏呀亏呀亏呀！这里会有人吗？应该没有人。对对，走嘞走嘞走嘞。收集两个门禁卡，我这话可以拿吗？黑包可以买，等他先破解，怎么样？慢慢破解。打开保险箱，呜，这里有补包哎、欸，还有手枪。水哦，我拿到一把手枪，这里有手枪可以拿。哇，这是很难是不是、欸？这骇客是不是很难？行吧行呢、啊，我有在打传说，那个指纹蛮难的，是哦。对对对，我印象中那指纹。开了开了开了开，睡啦睡啦睡啦！哒啦哒啦，204138，38，那99开始。Open！ 啊，你要怎么逃？开了吗？这里要怎么离开？哎呦，
很容易从这边冒出来。跑快跑快跑快！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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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对，跳海会出事啊！碰两个门禁卡。下面有路，下面有路。走下面，走人比较少的，这里吧。没有所需的设备，我傻眼。我怎么那么多东西都没拿？所以进来前还要去拿那个钩爪那些东西，那怎么来怎么出去啊？撤了撤了撤了撤撤撤！快快快快快！退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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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退！怎么来就怎么出去？哎，外面没车啊！有了，他们送车来了。感谢你们的送车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护甲，护甲最后一条了，痛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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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痛，卡着临时的画面，哇，太硬了吧？这真的逃得了吗？借过哦，这直升机这样追着打，认真。撞开护栏，赶紧撤退！飞机，飞机，飞机，飞机！跑啊！警告：防空系统，如果尝试起飞，一定会被打下来。那怎么逃离？先不要飞。所以是要去控制塔吗？不要先去控制塔吧！哇，这直接爆吧！所以要先去控制塔。老毛，我以为我们的飞机可以打。拜拜。我觉得这样走应该比较容易逃，骑摩托车应该比较容易逃走。啊！该死！我想把那直升机射下来。吴晓，他为什么会有那种像警方的语音啊？哇！我只剩香烟了，我还有一个麦提来，继续。先入侵控制塔。太痛了吧！这里，这里要怎么进去？这里哇，还要开这个。完了，没办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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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剪断，剪断，先剪断再说。我剪断，我有动画无敌，我有动画无敌，快进去，快进去，快进去，我进不去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吗？入侵，这有办法。我血超惨的、欸，64，这样是10，不管了，先10。这里80，好，先这样看看，这有办法64吗？啊，碎了，赛道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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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搞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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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搞定了搞定了，撤撤撤撤撤，走嘞走嘞，好，啊，要死啦，痛啊！在飞机上无法开枪，关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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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能少被打到一点。头低下来，啊！哇，这个钱有够少的，啊！这个干到我，我没得补血了，我没有，只剩最后一块零食了，剩下都没了。这撤退点好，有了这次经验，下一次大概知道怎么想。只是这个侦查、啊、水上还有空气，还没结束。结束了吧？成功啦！快逃离啊！哎呀，我怎么是穿那个哈绿色怪衣哈？好，130。哦，
东西，那个次要目标很重要，次要目标要多拿一点，然后要揪团拿，这样好麻烦，真的好麻烦。好啦，那各位，我们如果到时候要再抢的话，我再去解一次吧，然后看能不能抢到高一点的金额，这样子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了，感谢大家追台，我们下一次直播再见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We'll be right back.